索尔，对上安杜因。圣光会带来胜利。为了末日锤。放掉，牌都不是很好。我要考虑一下。想一下。想低了哈。我希望你喜欢我的发明。哎。我回来了。哎呀。哎呀。我为什么要补血呢？我想想，天空闪烁，快弄好，赶快跑掉。为什么？我们早很早出去，然后阿嬷就已经叫那个大叔叔的那个女朋友在帮忙弄了，然后我去就赶快加入，然后阿嬷就说：“阿公没怎样，我就看他来呀、他来念的是婶婶。”然后等到他来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做一半了，他就说：“你赶紧跟我说下面走。”可可。哎呀，那我们整三个都傻眼，想跟他讲话，然后做一半，那两个小子根本就把他当黏土在用。我在想说，你说对面那两只，他就在那边搓揉，然后阿嬷就叫我打那个，我想说，那手连没给他碰头卡，再连没给他扯一下扯啊嘞，哎，叫他们不要玩又不好意思，然后就点点底下，那个刚婶婶来跟我们讲，对，我今天要去土地公打扫，忘记了，然后我就赶快爬起来洗一洗手，阿嬷我要回去了，我忘记去打扫，所以你等一下去地公，我等一下过去、然后阿嬷就赶快，因为我们之前就已经做起来一些了，他就叫冰箱的拿出来弄一些带回来，赶快到吧。吃甜的，甜的，甜的，哎，我会吃咸的，这个咸的创啥？咸的青蛙，反正。我会吃咸的，下面是怎吃咸的啦？对啊，我讲我们大伯在吃咸的。你困起哦。都家叫大家吃，大家一起到过去看。啊，咸的？好不好吃咸的？反正都没有事情做。玩得不错。讨厌哦，真的很喜欢擦棒棒的。我们必须净化太阳井。爽屁啊！
好凶啊！这好像有点难搞啊。对啊，难搞 LE， 来不及了，太晚了。这时候该怎么办呢？考虑一下。真的是要考虑一下。冰哥受咗伤啊？当然北兰啦。是啊。超满满了！天哪！手牌要爆了！手牌要爆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好多手牌啊！手牌爆光啦，蛋蛋！手牌爆光啦，蛋蛋！耶！我的手牌太多了，爆光啦！你这混蛋！耶！耶！我想想，要变智障啊！别打着智障啊！哦，丢了五张了吧？我的天啊！哦，被搞了，大大，大大，这个，大大这个，我想想，我的天啊！大大不是这样的吧 ？Oh my god！ 我的天啊！我的天啊！你快去死吧你！我的天啊！没有牌了！野火兵！不要啊，大大！要我打谁？好啊。干！干！我被抽牌抽到死。哇！而且我刚刚想玩的牌就这样被毁掉。我的手牌太多了。很夸张哎。啊，哭了！太靠北了，这他妈太靠北了！我要考虑一下，你妈的，太夸张了吧！What the fuck? What the fuck? 我要考虑一下。太夸张了，这个。怒撞死。我的天！啊，干妈，这游戏怎么这么难玩？
抽抽。一二三四七，啊！清不掉啦，还都被你，还都被你曝光了，臭屁啊！我要考虑一下。干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干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实在太靠背了。唉，麻辣的是要怎么打？嗯，你还考虑个屁呀、啊！你死定了、啊，大大。我快没有牌了、啊。不用不行啊，我都。排最后一张还放这个，搞屁呀、啊！幺四，抽你的是，嗯，哎，好吧，抽你的，靠！这是要穿小干，让痛苦跟我对话。哎，靠北，我不是要点这只啊，智障哦！你他妈智障哦！靠北，要点错牌啊，白痴啊，牌太多会点歪哎，干好惨哦！干，这他妈会抽到死的，我的天啊 ！Oh my god！哎，干这三小，这到底他妈的是三小？这到底他妈的是三小啊？干。操他妈的！太夸张了，这个。嗯。不是啊！妈的！
手下已经攻击过了。超他妈痛，只能补血。就只能再放一只到场上，真的蛮靠北的。精确的计算哦，玩得不错。妈啦！太夸张啦！GG， 肯定是没有什么东西啊。那不是有效的目标，那不是有效的目标。其实吧，完工了，加一加一呢。这场你赢了，哼，差点就被你搞爆。